大好卫生女到粉丝家住一晚的企划呢，之前去过了大城乡的杂货店，还有方院的牧羊场，没想到时隔半年，居然有台中知名饼店主动邀约我去住一晚。这次呢，就特地来到了台中，要来体验一下从粉丝家住一晚变成到乡下饼店住一晚啊！本次影片受到大甲知名饼店 AK 奶油酥饼扛把子玉真心的邀约。说到大甲，大家可能立刻会想到镇南宫，想到严清标，想到萧波。但大甲还有一个名物，就是玉真心奶油酥饼。具有苗栗苑里加台中丰原血统的我，从小就经常吃到奶油酥饼，但没想到长大后的某一天，我居然要去玉真心做饼换素。大哥你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嗨！我怎么称呼呢？我叫孙女。哦，孙女啊。对对对。孙女你好。嗨，大哥你好。很欢迎你哈、哦，加入玉真心的团队。好，我已经加入了，跟他进来。见面即入职。你刚刚有参加过一些我们卫生讲习嘛？或是安全的讲习？那有注意听吗？有好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实地的去做职前的训练。好，原本以为要正式上工了，没想到大哥又停了下来。我们有六个宝宝，他是在做饼的某一个动作，我们分成六个。那每一个都有意义在。有些是在饼的制作上，有些自己在修养上，对你的以后的做饼的生涯。做饼的生涯，大哥已经考虑到我的饼牙了。一般员工进入做饼生产区前，要先着装净身、换鞋子、洗手，接着进入浴城室，卫生要求严谨，我也不例外。哦，酒精感应。那我今天请林坤山林师傅，林师傅。他在玉真心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，很看重你们这一次的训练哈，好，所以请最顶级的师傅。那我现在介绍今天的程序了，今天你会做到面皮包出擀皮，把馅包进去擀圆，然后再进入烤焙。这两个礼拜希望你努力的把这几段的步骤把它做懂做会了。大哥，我不是才两天吗？我来两个礼拜。之前训练也加量不加价。那这边有我们已经事先先分好的这个皮跟酥了哈。这个是酥，这个是皮。这个是皮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把酥包在皮里面。先把它压平是吗？对，稍微压一下。放在你的左手。拿一个酥，把它捏起来。这样。双手。对，把它包起来捏起来，这样行吗？对，稍微捏紧一下。哦，好，这边总共有几个？这边这边大概50个左右。50个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吗？是。那这样你们一天可以做几个饼？如果说单纯包酥的话，一天要做好几万个。哇，大概三分钟。三四分钟包完。三分钟。我可以跟你打个分数吗？可以啊。你的分数，如果满分是100分。那你是101分，真的假的？我才做几分钟，我已经101分。大哥是不是真的很想让我来上班呢？做到一半，大哥不知道从哪熊熊掏出了6个玉真心宝宝。大哥，这是你们周边吗？玉真心宝宝？是，这个是我们在熬煮糖浆，你看一下好吗？淬炼，经过淬炼，我们的馅可以放1个月。都不会变硬。大哥说做饼就像人生，所以他把做饼悟出的人生哲理都揉进了这六个宝宝里。这叫包容、中庸、满足、圆满。再来就是升华，就变成奶油酥饼。哦，是送给有缘人，是。所以一次送要送6尊，还是解锁到哪一个步骤就送几尊这样？对，有时候送一尊来了6次，那就可能有6尊哦。我好害怕大哥叫我再来5次。至于为什么拿奶油酥饼去拜妈祖呢？大哥说，因为他的祖先从福建渡海来台的时候，为了祈求平安，就用手边仅有的面粉、糖、油做成烧饼去祭拜守护大海的妈祖。到台湾落脚后，每当想家，就又做起了这个饼去拜妈祖，才渐渐有了拿酥饼拜妈祖的习俗。但其实酥饼在当时还有另一个意涵，在海岸线这里是订婚的喜饼之一。哦，是哦，是最亲的
有阿巴饼，有大饼，也有酥饼。但是我如果只有送酥饼给你哦，就代表说我在办宴席的时候你不用来。哦，真假？哎，你也不用包红包。哎，你只知道我嫁女儿就好了。如果下次有人订婚，而你收到奶油酥饼，压平，往前赶，往前赶，往后赶，往后赶，卷起来，压一下，往前赶，往后赶，然后再把它卷起来，这是我们要的那个酥饼。看似简单，不过再稍微再大一点，左右势力不平均，这边太多了，有短一点点，这边再长，这边还要再长一点，哇，好难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越来越好看。但别忘了玉珍心的精神是，只要员工稍有起色，来，为了鼓励你，中庸这个先颁发给你。真假？大哥，我们这标准会不会太宽松？会。这边就比较厚，这边比较薄，粉要稍微多一点。粉太少了。OK。有一点白白，这个好像是破掉。糟糕。OK。好，那今天产品的部分就这样完成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烤焙。来，前推。开始烘烤，大家就开始计时。烤好了，大哥，我看到爆掉了，有两块爆掉了。这个还就是有一点漏馅。哦，这个有点爆掉了。这个有一点。虽然有点难过，但刚才他有推进去吗？有啊有啊、哦。那有推进去，那这个人要尊敬他。大哥不会让你忘记玉珍心的精神。接着要到本日打工的重头戏——员工餐了。菜色很不错，吃个鸡腿啊。孙女，请你帮个忙可以吗？最近有个。咸酥鸡哈，我们今天是在让我们的同仁试吃，你也是试吃小组的一员哎，如果你通过了，那以后我们会有这就会有这个主菜，就会有这个主菜。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秀义，我的孙女，她试吃通过了咸酥鸡。列为我们的员工餐之一。第一天上班就决定菜色，史上最秋。本来想要无痛融入包装产线，拍出那种不讲话但很疗愈的食品工厂生产画面影片的。基本上一分钟一个人要装四盒，差不多等于12秒，它就完成一个动作。12秒包含了开盒子放内阁，然后收饼放进去盖盖子，然后放在桌上继续再走过去，这样。12秒完成这些步骤是吗？压力很大。对，全工厂大概只有这4个人是可以做的工作。哇塞！啊你，可是你的手脚要够快。我们这个盒子要先打开，打开的时候我们要放一个内衬，好，放一个内衬来讲的话，我们就保护它，在运送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准备要让你挑战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会把速度开慢一点。不止改菜色，还让产线降速的女人。好了，来变慢了，来，接下来换我们来试试看了。什么？等一下。先打开一个盖子，对，我放一个这个。没关系，他会帮你收，他会帮你收。
这真的有降速吗？有，已经降速了。是降速了是吗？装盒的大叔的话，起码都要三个月以上。三个月？对。我儿子真装了。啊，我不适合这个工作。虽然完全是产线老鼠屎，但不要忘记玉珍心的精神。我看已经非常熟练了，有吗？速度就帮你开快了，真假？哦，来喽，来喽，连续喽。哎，怎么好像真的有变快？那你就进来喽。不是，我就是我还来不及开。等一下。底部没有打好。你没有打好。又来了、啊！我的天啊！够了，我可以再多做一点，没关系啊。慢讲。水速开除传说。就在我被开除的时候，我的酥饼刚好也包好了。哇塞，这是我的成品吗？这一箱是你做的。哇！这一箱是你做的。其实看起来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啊，不差啊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真的很棒，对，是真心话吗？这是真心话，第一次就上手了。刚刚彩线看到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，成果非常不错。不说的话，你们也看不出哪个是师傅做的，哪个是我做的吧。老店的砍棒在那里，有看到吗？哎，所以以前是在那个地方哦。哦、oh. ，最早期的店。这箱酥饼已经不是一般的酥饼了，是大家在南宫妈祖加持过的酥饼。想说明天早上要来这边发放给粉丝们，看有没有人要来吃我做酥饼。本来没有信心，但做完之后非常有信心，信心爆棚。明天早上就来这里发酥饼给粉丝吃。有点不均匀。为大家介绍一下玉珍心的员工宿舍，一进门就是一间厕所，而且不是一间厕所，是两间哦。哇，我们住的这一间呢？全新落成的一个八人房和建教合作生的一个宿舍，上下铺以及鲜明的黄色，这张床呢就是我今晚在睡觉的地方。住在这边可以跟隔壁的人聊天吧。住外面是阳台，哇，阳台一上去到就是一抬头，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哪里上班。下班后，玉珍心的小树非常热情地带我们来逛蒋公路夜市。旗下发展蒋公路夜市，欢迎光临。小树姐推荐的。蛮好喝的，原本就是台中人吗？对，原本就大安人。大甲的旁边，下面，就是靠近海边的。然后大安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安海水浴场，还有水蓑衣。水蓑衣是一个植物。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妈祖文化园区，但是妈祖文化园区，对，但是没有妈祖，就是那边在吵说，就是、那个建筑物上面要有一株妈祖。但是那只妈祖一直没有安上去。但它是一个莲花意象吗？莲花座吗？所以原本是打算在中间插一尊妈祖的。对对对，但是因为已经关机了。这也太掉漆了吧！自己想象。无所不在的玉珍心宝宝。昨天早上虽然是礼拜六，但小叔还是非常热情的带我们去吃大甲在地早餐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早上遇到大哥，我们要开车出来的时候，
大哥就突然冲了出来，然后就跟我们说，有空哦，经过这里就下交流道休息休息。昨天午餐来吃的可以吗？很好吃，就是来这边吃午餐，可以啊，都这么说了，大哥认证啊。玉珍心员工餐厅长期饭票 get。烧饼吃到一半，老板娘看我好像快吃不下了，就告诉我厚烧饼绝对吃得完的秘诀。原味烧饼的话，可以在城市的话有7-10层，那我会把整整的面食完也先吃完，那最后一道菜就是把两边上下都是酥的，对不对？合起来吃，那一个人真的吃得完。那如果会做酥饼的话，烧饼也会做得好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像我现在在吃奶油酥饼，我觉得它很好吃。没有像所谓的之前的城市4-5层还有6层这样，我们的城市至少16层，等我。被烧饼城老板吓成铁了，16层你们几层？我要走大哥，我要走大哥。突如其来被烧饼城吓战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好几道层？哦，这个你们吃看看，你们吃不下了啊！所以我叫你先吃里面的层次就好。哦，如果你说吃不完，老板娘会再送你一块，跟你说用他的吃法保证吃得完。现在刚好有一盘饼出来做球，给你看。这个就刚烤出来，颜色就是一样均匀。老板娘，我昨天去学做那个奶油酥饼，我也是手工做的。啊，这样子抓吗？欸、对啊，对啊，里面很多层哎。对，拿起来包。对，包糖哎。玉珍心，玉珍心哦，那好棒哦，因为老板也有手。大哥没有酥。而且现在奶油酥饼已经进化到第5代蜂巢状饼皮，层次丰富，绝对不会酥。准备要去镇南宫门口发送我做的奶油酥饼了。究竟会不会万人响应，零人到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人要放炮吗？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因为大甲镇南宫知道我们要来了，特地准备大鞭炮欢迎我们啊！哎哎，好痛！我被打到了，好出事了。酥饼发放会开场太激烈，差点耳聋。那我们就即刻开始吧。那也是第一位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感谢支持。原本担心零人到场，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，有清水来的，台中市区来的，云林斗六来的，假借在姐姐上班而来的，硬要拉儿子来的，还有热情的台中大学长、新竹地府林俊伟与快乐伙伴。而且原来就算了，怎么还变成交换礼物了啦？柠檬蛋糕啊！柠檬蛋糕，你哥哥最有名的，我们的衣服秒杀书，一人剩下而已啦，竟然拿到进的纪念帽、啊、还不止这样。刚刚有一个阿姨，她不知道排什么，她竟然又订阅你了，她竟然订阅。阿姨，你刚才订阅啊？对，真假？恭喜你获得我手做的奶油酥饼，感谢粉丝们帮我拉客成功。酥饼发放会最后甚至还有压轴巨献。阿姨，你刚才我一下。完全不知道我是谁的南屯三姐妹。我是一个 YouTuber 啦，拍影片的啦。嘿，本来是发给我的粉丝呢。嘿，你若是看我的影片，就会使领这个饼呢。阿姨，你要订阅哦。好，你打孙女吼，我叫孙女啦。孙女啦，孙女妹，阿姨到底想不想领酥饼啦？这个订阅了去，对，嘿，安尼就会使领这个酥饼。好，好，恁倒位来的？南屯，南屯哦，阿姨给我支持哦。好啦，好啊，你真水着，你嘛为南屯来的哦？啊，你也在？你搞空的，我就厉害。知道我神算孙叔妹的厉害了吧？以上就是这次到玉珍心做饼幻术的全记录了。回家后看着6尊玉珍心宝宝，不时还是会想起大哥做饼的精神。不用天然奶油会被爸爸打，门市2楼不能做生意，不然会被爸爸打。甚至为了这次影片，把我跟其他 YouTuber 的资料通通珍藏在他的低槽里。
用如此这般的职人精神坚持了下来，做出一块块美味香浓的奶油酥饼。虽然大哥口口声声说我是做饼奇才，但我深知做饼这条路上自己还是个菜逼吧而已。不过路过大甲吃员工餐是绝对没问题的。最后非常感谢带我大甲走跳两天疯狂请客的小树，还有突然变成发饼手的阿红跟来拿酥饼的各位粉丝。今年的大甲妈祖绕境，如果你也有空，欢迎带上一盒酥饼前来朝圣哦。订阅孙女，虽然送了很多粉丝，但还留了两块要给一个特别的人。阿伯你好，你刚刚会记得我？我前几个礼拜有来找你，顶边你有送我？有够哦。有啦，这边话我送你啦。你敢知影迄玉珍心大家迄酥饼？哦，嘿，这我做的。我去伊个，嘿，哦、啊你，你顶边不是有讲迄闽瓜莲？我去甲你找。感恩啦，感恩。没啦没啦，真歹势。阿伯，你敢有去过大家？有啊，去大家的。大家妈拜拜哦。嘿，啊，当然到全部叫入来，叫叫师傅，哦，十几万。